又系要讲件重要事啦，讲过啦，重要嘅事有人话要讲三次，我哋就唔止啊，我哋第九集开始已经预告咧，就足足讲到应该会讲会随时讲过五次咁多添啊，好咁啊，重要，好重要，好重要，重要事系乜嘢啊？晴，重要事就系呢一季就系。咁点算啊？系啦，咁我话今日已经系第十一集啦，系啊，都时刻冇第一季嘅喎，得十三集嘅喎，咁点算咧？其实之前啦，第九集开始已经开始慢慢放伏线啦，冇错。咁今好伏啦，到今集就再伏少少啦，就系、是、第十一集都预告埋都冇错啦，系啊。十一集之后就十二集啦，废话啦，十二集之后十三集都系废话啦，十三集之后咁你变成点咧？就去翻一咯，又系啦，翻一咁就其实会是一个可以咁讲啦，一个新节目啦，就都是我同你咯，嗬。系啊，吓咁又唔知有冇中间嘅黑影噶啦。咁但系就会唔个名唔会再叫都市黑幕，咁但系都市黑幕只系季度嘅一个暂停啦。出咗新节目之后，咁之后都市黑幕仍然系会翻嚟嘅。咁新节目嗰度。留未來再詳細講啦，我只能夠講就兩個關鍵字，就係放心付費係嘛？放心四個字呢個係放心付費嘅都，如果都仲可以。仲可以頂到接受到，即係我兩個謀理喺度繼續喺度，即係講埋啲謀論，豬噏喺度講啲唔似陰謀論嘅陰謀論啦，係被踢爆咗個陰謀論啦，或者有啲真係有陰謀嘅陰謀論。如果大其實我哋都唔係淨係講陰謀論啦，都唔係啊，有時係講一啲比較即係都市傳說啊，或者係一啲怪奇嘅事啊，咁都只係裏邊有啲懸疑嘅，譬如我正想讲三岛由纪夫都有阴谋论，里面我哋话佢嗰个原因都有个阴谋喺度啦。咁有时就唔系阴谋论啦，纯粹都系可能一件事件讲出嚟啦。咁咁系啦。如果大家会接受多两个去讲呢一种，咁就大家都可以继续付费，因为付费你如果而家呢刻你先第一次付费啦，咁嗰个期咧有三个月嘅一个有效期，就会横跨到个新节目度。咁新节目我就系讲两个关键字啦，就是、新节目亦都系佢变。节目名里面有呢两个字，亦都系呢个节目嘅主题。咁个就系解密嘅，咁解密。咁大家都要听开，我哋都知道我哋点样去处理一个节目。咁解密只系一个形式上同而家嘅少少差异啦。内容方向都系。都近似嘅，其實係啦，解密其實即係比較多係可以確定係一件事實咁樣，我哋即係將佢解翻出嚟啦。即係以前可能有啲誤傳，跟住就係原來證實咗咁樣，係啦，就比較偏向解密呢個方向。叫得做解密，即係有少少秘密喺裏邊解俾大家聽啦。咁秘密就有啲係已知啲秘密啦，但係當然唔會話係到常識到係，我原來解密俾你聽，橙裏邊有維他命 C 咁，即係當然檸檬都有啊，係喎，即係當然唔會係咁啦，係一啲再深入少少咯。咁但係關於解密嘅題目，我諗今日都係。今次是第十一集，都可以留十二开始预告，里面会讲乜啦？咁大家可以期待，或者你已付费，咁都唔需要担心系需要。唔需要退款嘅，可以继续。唔需要退款嘅，或者你可以睇翻之前嗰几集咯。如果你唔中意睇解密，咁唔系几好嘅。Anyway， 咁就系啦。解释咗解密呢个节目准备会紧接都市黑幕。都市黑幕只系好似世界杯暂停，暂时完咗咁啦。即系过啲时间。即系四年之后先翻嚟。四年，我唔敢肯定，四年答你唔到啊。未来啦，系会翻嚟嘅。好，咁就花几分钟交代嘅时候，我就有一样补充埋头先关于咩阴谋论家。咩超自然现象啦？咁大家当然必定会有人有阴谋论，边有阴谋论？咦，阴谋论嚟啦！南山讲阴谋论，你有乜嘢阴谋先？点解你咁想讲？唔喺一早开嘅节目喺度讲先？个 point 系大家要明白，喺好大个网本身就妖言惑众系呢一类型嘅节目噶嘛？咁你要尊重人家咁。喂，咁你唔好一齐去做呢样嘢，同埋我本身真係冇呢个动机去害，不过人哋喂咁帮手啊，好啦，帮手一嘢啦，一嘢即一季咁就会回归写作好。